郭晶晶一家五口子又出来晒幸福时刻了，看看这次的他们一家人都在做什么吧。就在最近的这几天，霍启刚在网络上更新了一条动态，分享了几张最新的照片出来。据他自己的透露，他们一家五口子当天现身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因此特地拍摄了几张照片，用来纪念那个温馨的时刻。从他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在他们的第一张照片里面是他们一家人的合影照，画面十分的幸福温馨。霍启刚在当天的打扮，身穿一件黑色的外衣，内搭了一件白色的 T 恤，还有戴着一个白色的口罩。而他的妻子郭晶晶佩戴了一个粉色的口罩，而且身穿一件白色的同款 T 恤，估计是一套情侣装来的。郭晶晶在自己的手上当时抱着他的小女儿，小家伙的脸庞十分可爱，让人看了非常的喜欢。然后他们的儿子霍中熙则身穿了一件黑色的小西装，剪着一个帅气的发型，并戴着一个绿色的小口罩。而站在霍中熙旁边的是他的妹妹霍中妍，身穿一件蓝色的裙子，并拿着一个海象小玩具，非常的可爱并让人喜欢。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这家子，欢迎把喜欢的这两个字打在屏幕的上面，支持一下他们这一家。随后他们的第二张照片则是他们在现场里面的画面，霍启刚拿着手机把他们一家五口的画面都拍摄了下来，看上去非常的幸福温馨。而在他们的第三张照片中，则是音乐会举行的过程里面霍启刚特意拍摄的一个画面，并且霍启刚还在自己的动态特意说到了，这是小妹妹的第一次听音乐会。看得出来，他们为了让孩子能够多接触世界以及激发内心的兴趣爱好，专门带了孩子一起出来。他们的这种言传身教在如今的社会当中还是比较值得学习的。经常关注他们这家子的人估计都知道，霍启刚一家在娱乐圈里面是股很有正能量的小清流。因为他与郭晶晶本身是一对模范的夫妻，不仅为人谦虚低调，而且实力也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在他们的两人当中，一个是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另一个则是世界的跳水冠军，绝对是精英界的人士。在他们结婚的这些年以来，两人却非常的低调，从不张扬高调过，而且十分的恩爱。然后不仅如此，在郭晶晶的多次亮相中，甚至还能看到她的身上经常佩戴一些几块钱的首饰。但这样的郭晶晶却经常与自己的丈夫还有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做一些公益活动，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正能量。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让无数的网友们都成为了他们的粉丝，并在他们的每次亮相中都纷纷称赞和羡慕了他们。最后，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对于他们的这一对夫妻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Das war ein Befehl! Der Angriff, das war ein Befehl! Mein Führer, ich kan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Soldaten, die für Sie verbringen... Ist das Feiglinge, Verräter, Versager! Sie sind unsere Soldaten!